者长期主持节目十多年，人气不断攀升。然而在2016年事业到达巅峰之际，耗子却向节目组告假一年，带着全家人环游世界。当时他和妻子带着年幼的子女走访了西班牙、荷兰、意大利等多达数十个国家，回国后更撰写了一本书，记录旅程点点滴滴。耗子后来坦言，这趟旅程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，金额高达600万，但能够给孩子们难忘的回忆，他仍感到十分值得。近日他在节目中透露，活到45岁了才忽然发现自己财务不自由，家中的财务都是由妻子管理。去年突然有一天，老婆坦言家中一个月的开销金额十分惊人，让他惊觉自己经常推掉工作，导致入不敷出，突然觉得财务压力好大，让一旁的工作人员也劝他要多接一点工作。Bye.